好，那我们再这个回顾一下，我们到现在做了什么事哈？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达到这个19世纪中间这个物理发展达到的一个最高的这个境界哈，这个就是马克思韦伯方程式组啊，我们得到了马克思韦伯方程式组。那这一组方程式基本上支配了所有的电和磁的现象啊，这个。背后都有这四个简单的方程式，这个得到了啊，那用这个费曼比喻，就是说拿这个一种登山来讲的话哈，这基本上是我们已经这个上了这个喜马拉雅山系的这个，虽然不是上了圣母峰哈，我们也上了 K2 哈 ，K2 是整个喜马拉雅山系的这个第二高峰哈。并不比登这个 K2 并不比这个爬这个圣母峰容易啊，这个啊，那我也就像个登山者啊，那登山的向导啊，你们是登山者哈，这个一步一步你啊，这个一步一步你准确的这个跟着我，你就可以达到山顶啊，这个。假设你这个中间一不小心哈，这个失神或怎么样，你就可能发生山难。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上次，我把上次讲的这个两个这个无限大版，一个带正 sigma 啊，一个带负 sigma， 然后一带正 sigma 往上用 vz 的速度哈，这个。负 sigma 用这个负 vz 这样子，好，这两个板非常贴近，这样子，这样运动，好。那我们由我整个过程很长，好，我把这些重要的结果把它再做一个总结，好，这个我们第一哈要知道上面哈这边这问题里面哈这个先有这。先哈，这个板这样子运动哈，带电荷板运动就像电流哈，就像一个无限大平板上这个沿着这个 z 方向有这个电流哈。那无限大平板上有个电流的话，这个问题我们解过哈。那在它的这个，在它附近马上产生了这个磁场啊，磁场用这个黄色啊，对，好。那磁场是啊，基本上是沿着这个 y 方向啊，这个进入黑板这样的一个方向啊，这个 y 方向啊。那因为我这个板的电流啊，你把这个整个这个系统哈，这个往 z 方向移跟往 y 方向移不会变，所以你这个系统这个电流，你看，把它这个沿着 y 方向或沿着 z 方向这样子，好，你看不出这个跟移之后跟移之前有什么差别哈，所以它跟这个 y 跟 z 没有关系哈，所以只跟这个 x 最多只跟这个 x 跟 t 有关系哈，它这个方向是 y 方向哈，所以，好，这个设定是很简单的哈，那同样的哈，同样的，由这个，因为我一旦有了磁场以后，哈，假设这个磁场大小在这个磁场大小哈，在这个 x 等于零哈，就在板的附近，就跟这个哈在零附近，啊，在 t 时刻的时候。就是因为由这个电流所引起的哈，所以我们其实知道这应该是这个二分之缪零，对，啊，然后这往上哈，这个正 sigma 往上用 vz 走，跟负 sigma 往下用负 vz 走，这个其实就相当于这个每单位长度上，在这个面上哈，这个垂直。垂直电流的方向哈，每单位长度上的这个
这个电流量，那这个是决定我们的大小，二十。那在这边哈，这个因为我这个电流基本上是发生在 x 等于零的地方，这个 VZT 这样，因为这个板的运动，所以马上就，这可以，这个在马上这个在它的附近，就像一个稳定电流一样产生的这个磁场，那是这样的，对，那这个东西基本上是这个 EY， 对，这个 EY， 那这是 x 大于零的地方，那。这个离开它这个板哈，在这个左边的话 ，x 小于零的点，我们讲的这个零正，啊，这个小于零的地方，这个 b， 这个我们零负啊，这个，那这边哈就是负的，对，我们说这个在一个板上，这个在假设电流这样的话，这个磁场是这样，上面对，那下面的话就是这样，对。所以是负的，所以这个二消掉就是负的那个。好，这个那这是一开始，但是这个板的运动，这个所造成的电流，它的影响是这个。渐渐传出去了，并不是马上一下就跑到很远。好，这个，那这个渐渐怎么传出去了？那第一是这个法蒂感应定律。假设我这个电流不是一个稳定的电流，就说 VZ 对时间的变化率不等于零。这个这样的这个这时候我马上第一我们这个很重要，这个 dt dvz 最好不要等于零，这个稳定电流就没有什么细唱了，对，就是一个静磁场，对，这个不等于零，这样的，对，那接着发生是就是不等于零的话，我这个磁场就随时间而改变，对，那这个改变的方向也是沿着改变的磁场的这个变化率，磁场的变化率也是沿着 y 方向，对，这个沿着这个 y 方向，这个 y 方向，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一个固定的 x 上，这个整一片都是这个 y 方向的磁场，那接着就是这个法蒂的感应定律，假设这片磁场随着这个时间改变。它就会感应出电场，对，那接着我们上次说这个电场跟磁场的变化率关系有点像这个安培定律里面电流跟磁场跟这个电流的关系一样，那这边磁场的变化率是沿着 y 方向，所以在这个平行这个磁场的平面上，这个电场方向就只好要垂直这个磁场，所以它是沿着 z 方向，所以这马上知道这个，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它感应出来的电场是沿着 z 方向，那这个同样的道理我整个这个电流的安排你把它沿着 y 方向这个。平移一下，或者把它整个沿着 z 方向这样平移一下，这个不会有这个看不出这个系统，因为我是一个无限大的，对，所以你这样平移一个有限的东西看不出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这样的东西，是沿着 z 方向，这样就简化很多，对，原来这个磁场电场一般是一个向量，它有三个方向。现在我知道这个磁场跟电场磁场只沿着 y 方向，电场只沿着 z 方向啊。那而且这个电场这个电场不是这个电场不是库仑场不是静电场。
它是这个感应出来的，好的，这很重要哈，因为在这样装置里面，这唯一有库仑场是在这个两板中间，对，两板之外，这个假设纯粹是库仑效应的话，这个两板之外是没有电场，对，对，这不是库仑静电场。那上次借着啊，这个是，那这个电场是因为我这个磁场随着时间改变，马上在它旁边就感应出这个电场，对。那假设这个电场还是随时间变化的话，它接下来就会感应出磁场，好，所以这个电流板只扮演一个源头的角色，一旦这个感应的这个作用开始以后啊，那它就不需要这个哈，这个啊，这边这个电流只有在这个 X 0的附近啊，可以马上有这个接下去的后续哈，是这个磁场的随时间变化感应出电场，电场随时间变化感应出磁场，这样子哈，互相感应，然后这样传播出去哈，跟这个开始的这个电流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好，这个唯一这个开始电流的这个开始电流的残迹哈，会被保留在这个磁场或这个电场的形态里面。好，这个但是这个作用跟这个开始的这个电流的这个板的运动是没有关系哈，那下面我们接下来哈，就用这样的东西哈，在一个假设这个渐渐传播出去了哈，它这个机制纯粹是因为乏力的变化磁场感应出电场，然后随时间变化电场又感应出磁场，好，是完全是这个磁场电场之间的这个互相感应、互相这个生成所造成的，好，跟原来这个电流没有什么关系了，好，这个它就是自动的就会，啊，它已经独立了这个电流，它一旦产生，它的发展就完全是独立这个原来板的这个，好，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哈，离开了板以后啊，这个你就不要再理由，不要再这个你会有什么电流了，好，那我们唯一好，然后你就用这个法力感应定律在这个黄圈上啊，你这个圈的这个走向哈，你要这个最好这个是让这个在这个用这个右手定则的时候哈，它的这个圈所围的面的法线哈是沿着 Y 方向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导出这个我只是把啊这个这样的东西，对，这个感应出这个电场啊，那这个感应出的电场哈，在 X 跟这个 X 加 Del X 之间哈，这个会有变化哈，那这个变化率我们上次说哈，由这个法力感应定律控制的，对，这个是这个 EZXT， 那这是第一个方程式，这是法力感应定律怎么导，你回去看这个上次哈，这个法力的啊，这个法力感应啊，这个然后安培马克斯韦尔项的话给你什么呢，电场的变化率，对，电场随时间的变化率，这个等于这个 mu 零 epsilon 零，对，那感应出来的磁场啊，这个是这样，好，那把这两个方程式这个啊，这个把这两个方程式
联立到一起的时候，你把这边对 x 微分，这边对 t 微分的话，我马上就得到这个电场满足的这个方程式式。EZ 这个对时间的两次微分，对，好，这个 EZ， 那这样电场跟磁场就分开满足波动方程式，而且它这个这个相伴随着在一起，用同样的传播速度啊，这个 c 平方等于这样走啊，这个电磁场也满足这样。这个啊 ，mu 零以上零。好，这个速度是一样的。好，这个那接下来我们要解这个方程式，我把它，通常我们波动方程式把它通通搬到左边来，好，这个剪掉，这个剪掉。好，那这个波动方程式这个解法你就是，我们说用这个 s 等于这个 x 减 ct， 这个 u 等于x 加 ct， 这样子，然后这样的波动方程式我做这样变数变换以后，我都可以把它变成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样我都可以把它变成这个四倍的，对于这个 s 微分，对，对于 u 微分，这我们把这个叫做，我这个叫做 fxt 好了，好，满足这样的方程式它这个基本上是满足了，你不要管这个它这个变数怎么样这个这样的等于零，好，那这样等于零的话，我就知道这个砍两刀要把它这个全部这个消灭掉的话，唯一的这个 f 这个 f 的表示就是这个 g 这个 x减 ct， 这个加上这个 h，x 加 ct 这样的，这样东西。那这样东西其中这个 gt 的解释你假设我们譬如说这个这个你把这个 x 我们看这个 GT 的解释这个那我们假设把这个 X 的增加 del X 的话这个你看这个 X 增加 del X 那这点的时候这个我把这个边减这个 CT 减这个 t 加 delta t， 假设这个要等于这个原来的 x 减 ct 的话，那这边这个是什么呢？这个 x 减 ct 的话，那这个 delta t 是什么呢？delta t 是等于乘上 c， 对，等于这个 delta x。那也就是说比如我在这边这个在 t 时刻的时候在 t 时刻的时候看这一点东西，对，跟这个 x 加 del x 这点在这个 t 加 delta t， 其中这个 delta t 满足这个 ct 等于 x 这样的所有看到的东西是一样，代表什么？这个从这个 t 到这个 t 加 delta t 的
这时候哈，这个 delta t 乘上 c t 等于 c， 等于 delta x 的话，啊，这个代表我这个时刻哈，在这点所看到这个波的样子，跟在这个稍晚时刻哈，这个往以后这地方看到这个样子是一样的，电场的样子是一样，这个代表这个东西这样重复，对，啊，但是这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啊，所以这个是代表这个 CT 是代表波的速度啊，这个波的速度，对，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从左往右这样子哈，用 C 这样子移动的一个东西啊。啊，同样的这个解哈，啊，是从左到右啊，这个移动的东西哈，啊。那在这个问题的时候哈，这个问题的时候，在 x 大于零的时候有这个解啊，在这个 x 小于零的时候，因为波源是在右边，对，是从这边过来，是只有从右到左的解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解写出来啊，这个。好，这个解写出来哈，在这个大于零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哈，我们好，这边我们要从这个磁场入手，从电场我们没办法入手，我们不知道在零点时候这个电场是什么，对 ，x 等于零的地方。好，要从磁场入手哈，那磁场我们把它写成哈这个 B Y 对 ，X T， 这个它一定是可以写成一个这样的形状一个东西，对，啊，这个 G， 啊，这个 X 减 C T， 对，啊，那我们要知道这个 G 函数样子哈，这边还不太容易哈，我们把这个这边哈这个变数稍微这个负 C 抽出来。好，我希望把它变成这个 t 减 c 分之 x 这样子，对。但是我开始我知道在这个零的地方的这个，对。那我知道这个 b y 等于零的零正的这个啊，这是多少？这个是 mu 零，对 ，sigma v z t。这个是代表我在源头的地方，好，源头的地方我一动，对，我马上就可以在旁边感受到这个磁场，对，好，那这个磁场代表在这个 x 等于零正的这个地方，好，这个稍微偏离板一点点，我马上感受到这个板的运动，对，板的运动是从这个VZ 速度来展现出来的，对，好，那这样东西哈，这样东西哈，我们用刚刚这个形式的话，这个 G 这个零正的话，这相当于零，对，这个相当于 G 这个负的 C T， 对，那我们把这个哈 G 负 C 这样的一个东西哈，这个跟这个来比较哈，这个作为一个整个函数哈，先把变数乘上负 c， 再用 g 的话，啊，这个是我的这边哈，你整个看出来要这样连着看，对，啊，那这样 g 负 c 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样子，对，就是 mu 零 sigma 这个 vz， 对。好，但是这个变数哈，它这个变数是 t， 所以这个变数是一样哈。当你这个变数变成这个 t 减掉 c 分之 x， 那这个 vz 也要这个 t 减掉 c 分之 x， 对，所以这样我的磁场就求出来了。OK， 好，啊，同样你这个 x 小于零地方哈，啊，这个 by。它的样子必须是从右到左，好，这个必须从右到左，对，好，这个所以就是这个 h 这个 x 加 ct 的这样子，啊，这样的一种形式，啊，那这个时候我把这个
正 C 把它拿出来啊，这个。然后这里面的变数变成 t 加 c 分之 x。那然后要怎么决定这个 hc 的这个形式呢？那我们还是从零点来看，对，零负啊，我就在这个板边边一点点啊，零负这个 t 啊，哦，这个零负这个 t 啊，那这个等于多少？哎，我们这个从这个平板的旁边对它这个。在另外一边的影响，磁场是负的，对。好，那这样哈，你把它用这个零负的话带进去的话，我这边就没有关系，对。这个哈，这个等于。加零负，对，零负就要加零，对。所以这个 HC 的话，你看样子比较一下，哎，我马上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对。这个我马上知道，这个我马上知道它就应该是负的 mu， 这个 t 加 c 分之 x。那这不是。VZ 乘这个，这是 VZ 的变数，对，好，这个是代表 VZ 的变数，好，这个，好，那这个理由，这样我们就导出来这个 BY， 好，那 BY 导出来，那这个电场是因为磁场感应而生的，所以这个磁场什么样子会在电场上反映出来，好，那在这边的话，好，磁场这样的话哈，我们显然是用，啊，用再回来用一比较容易啊，对，啊，回来用一比较容易哈，这个哈，这个一，好，这个 B 求出来以后，对，好，那这个一的话，一我们也由这个。by 这个 xt 啊，这个，那在这边哈，这个 byxt 的话，你对 t 微分的话很简单，对，这个啊，这个虽然这个这边哈，你就相当于这个 vz 对它的变数微分，好，这个，那 vz 对它的这个变数微分，我用一撇好了，啊。那好，这个虽然这个变数稍微变一点没有关系，因为这个 t 在对 t 微分是一，对，好，那这边是我唯一用这个一撇来代表这个微分的意思啊，其他的我都会说明这个 dt 的那个样子啊，这样的一个函数哈，那这边很重要就是。你这个 VZ 这个对它变数微分哈不能是零，对，那所以我们这个要求哈，这个你这个电场要存在一个先决条件是这个 DT DVZT 不能等于零，就不能是一个稳定的电流，稳定电流就没有电场，没有感应电场，只有这个磁场，对，好，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x 写出来的这个形式的话，哎，你看，它微分，对，好，那我这个 x 写出来形式还是某种一个另外一个 g， 好，这个 g 不管这个 g 哈，这个在这边还是在这个这个波是从左传到右，好。所以基本上还是这个样的一个形式哈，那这样一个形式的话，这个你对它微分的话等于这个的话，那唯一的这个
这个产生它，对，好，这个 x 减，这个不太容易看出来，为什么？这个，x 减 ct 啊，那你对 x 微分的话，要等于它，为什么这边 ？OK， 这个啊，这好，这边变数，等我有。好，这边你走哪条路哈？就这条路这样子，你对 x 微分的话会等于它的话，这一点有点不太好哈。我还是要用另外一个哈，用这个 mu 零 epsilon 零好了。EZ 对，好，那这边哈，这边哈，这个所以这边充满了这种岔路哈，很容易走上歧途就发生三难。好，那这样的话哈，你这个对 x 微分，对，你会得到一个负的 c。 好，这个对，假设这个这样的形式的一个 by 的话，你对 x 微分的话会有一个负 c 出来，对，所以这个搞这个左边哈有个负 c 出来，对，好，负 c 分之一，对，然后这个 mu 零 sigma 这个 vz prime， 对，这个等于 mu 零 epsilon 零，好，那这个是 mu 零 epsilon 零，其实就是c 平方分之一，对，好，那你把这个哈，这个变回去的时候哈，这个比较好哈，这个那我就知道这个 EZ 作为 t 的函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哈，应该是啊，这边告诉我们哈，这个负 c 哈，你把这个 c 乘过来，好，这个负 c mu 零 epsilon 零，这个mu 零 sigma 哈，这个 vz t 减掉 c 分之 x， 好，在这边这样，好，这个好，所以那同样这个哈，你返回来做，好，这个。这个号是等于这个 mu 零 epsilon 零，这个对 t 的一次微分，对。那这样东西对 t 的微分哈，对 x 微分的话，会跑出来一个这个负的，对，负正 c， 对。所以，但原来这个负的 c 分之一，好，然后这个 mu 零。Sigma 这个 vz t 加 c 分之 x， 那这个等于这个 c 平方分之一，那这告诉我们，假设这个 prime， 对，这个有 prime， 对，这应该是，对不起，好，这个应该是 prime， 对。那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这个 EZ， 好，是在这边哈，这个 VZ 的变数是正的，好，这个这边跟那边是互不相连的，好，各有各的这个
啊，这个是这个把 c 乘上来哈、啊，所以还是负 c 这个 mu 零 sigma vz 哈、啊、，vz 这边是 t 加 c 分之 xt， 那记得它从这边来的哈、啊，这个这两个正跟负是互不关联的哈、啊，那所以这个整个说来哈、啊，这个磁场在这个大于零的地方是沿着 y 方向的话，那小于零的地方就是负 y 方向哈。但是这个电场都是这个，都是这个沿着这个负 vz 方向哈。那这边我们要把能够把它这个积分出来的话，那必须要同样记得这个必须要这个 vz 对 t 的微分不等于零，对。假设 vz 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等速运动的话，那也就没有 ez 的啊，所以这个它纯粹是感应出来的啊，这啊，那这个是我们上次整个过程哈、啊，因为到了后来大家精力可能不济啊，这个、所以精神没有办法哈、啊，但是这个很重要哈、啊，那这边有几个特点哈、啊，第一你看哈、啊、这个。不管哈左边跟右边的话，这个电场的强度都是磁场的强度的，这个电场强度哈都是磁场强度的 c 倍啊，这是所有的电磁波的一个特点。c 是电磁波传播速度啊，作为它的这个大小的话，它那这个很重要哈。第二，这个电场跟磁场相垂直，好，第三，它同样用相同速度 c 啊，这个在这个传播啊，这个相同速度 c 在传播啊。那这个简单问题里面啊，这个有所有这个电磁波的一些。这个关于它的电场跟磁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特性啊，那啊这个，所以你对啊对这个简单的问题，你最好就能够了解得很透彻啊。那每一步都很简单，但是中间有岔路啊。这个比如说刚刚怎么从这个已知磁场怎么求电场啊？这个啊。假设用另外那个就不太好求，对，好。那好，那这个不过还好，只有两条路，对，一条路走错你就试另外一条路，对，好。那一条路行不通就好，但是你假设完全没有这个，好就会卡在那里了，好，那。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这个其实哈、这个东西哈、你我们虽然说这个整个板哈、用 VZ 方向哈、这个好这样走，其实这个是个有用的东西哈、你所有的哈、这个物质里面哈、你可以假设哈、我可以把这个物质，譬如说玻璃或者是一个食盐的晶体，我可以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对，那一个原子，譬如说这样子，对，那它上面的电子哈，假如这是代表这个原子核的话，啊，你把它这样切成这个一片片，那电子对原子核运动，古典就像一个弹簧，啊，这个带一个负电。这是一个典型的啊，这个所有都是这样子，对。好，那假设你有这个电磁波进来的时候，你就让这个弹簧强迫振荡，对，好，
那震荡它这个，假设你这个电磁波进来是这个平面波的话，好，这个平面波的话，那你让它这个电磁震荡，那这个电磁震荡的时候，哎，大家都有相同的，好，在同样的这个波平面上，它都有相同的这个速度，对，相同的速度，所以这个速度就像你整个板这样用这个 VD 这个移动一样，啊，这个，所以这个好，你只要能够把这样一片一片这个上面的电子的这个，在这个这个它做震荡的时候，哈，这个把它这个效应哈加起来，那去反映这个电磁波在这个物质里面怎么行走。好，我把它假如能够把它一片片加起来，好，那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好，你还要这个一片片这个累积起来，对，好，你就可以处理这个光在这个物质里面怎么进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有用的，好，只是我们到这边就到此为止。好，这个它是有用的，好，不是没有用的。好，这个基本上这个电子的震荡，好，就像整个平面这样震荡一样。好，这个平面你比较觉得比较容易处理，对，好，这个好，那好，那好，那接下来哈，我们看哈，我们对这个 VG 的要求其实，这个很简单，对，只要它对时间的这个不等于零，哈，那比如说我们想象这两个板这样子震荡，哈，其实这个每一个电子假设，哈，这个它很协调的一起震荡的话，就好像整个板这样震荡一样，对，好，而且它频率可以很快，好，你平常一个大的一个无线大板，你要让它这个震荡，你要花很大的能量，对，好，所以在这边，好，这个只是等于是它的一个模型，好，那然后还有在这边的一个特点，好，是，好，这个电流所产生的磁场这个特点，好，所以所有的这个磁场跟电场，好，都是这个。好，它都会反映出这个板的运动，哈，这个板的运动是从哪里反映出来，哈，是从这个跟 VZ 的样子有关系，对，好，这个 VZ 的样子有关系，好，对，这个最后的解释这样，对，啊，这个解释这样，对，所以电场跟磁场都会反映出这个运动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板运动的状态，不过在 T 时刻，在距离这个板 X 地方的时候，反映出来这个运动状态是什么，并不是当下这颗这个板的运动状态，对，当下这颗板的运动状态是 VZT， 对，它是什么，是稍早时间的时候板的运动状态，好，那这个找多少呢，要找这个 X 除 C， 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板的运动状态这个消息要传到 X 地方的话，要花时间的，因为这个不是马上就可以传到，对，好，是用这个速度光速 c 来传播的，好的 ，c 来传播的，好，这个，好，这个，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跟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迟延，对，好呀，所以在 t 时刻这个时候，这个，啊，你反过来说，假设这边哈是在 t 时刻板的运动状态，要经过到这个X 的地方的话，它要这个有个这样的一个迟延，对，好，这个迟延，好，那这个是反映这个是一个波的传播，好，这个波的传播，好，好，那这跟 VG 到底是什么形状没有关系，对，我们唯一要求它，你要能感应出电场的话，必须要是这个 VZ 对时间的微分不能是零，好，
那所以就说这个 VZ 必须有加速度啊，这个其实基本上说必须要有加速度啊，必须有加速度才有电场啊，这个电场啊。好，所以这个电场跟磁场也反映出这个板的运动，不过是从这个它这个随时间变化的这个形式来啊，这个，而且这个变化形式并不是当下就反映出板当下这一刻的运动啊，是稍早的时刻。对，那同样这边这个也是反映稍早，因为这边 x 是小于零，加一个这个。加这个 c 分之 x 加一个小于零的数，对，所以反应的时间是稍早的时间。那你这个 vz 好，vz 常有的形式就是像这样子，这个电子哈受一个电场的驱动哈，做这个简洁运动。那这个 vz 有时候我们H 的形式就是某个这个 V0 这个 sin 这个，这是一个特例，对，好，这个啊，这个 sin omega t， 比如说啊，这个 sin omega t， 这样，对，好，所以这个电场或磁场，我们光来看这个电场好了，好，这个电场假设这个 Ez 的话。在 xt 的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负 c， 对，这是负号，好，记得哈，在 x 大于零 ，mu 零 ，sigma vz 这个 t 减掉 c 分之 xt c 分之 x， 对，好，那这样哈，我把它用这个。V0 的形式带进去的话，这个 C mu 0 sigma 这个 V0 这个 sin omega， 对，那 omega 的这个 omega 这个变数就是 t 减掉 c 分之 x， 好，那这边我们这一堆常数我就叫它 E0 好了，这个好，那它真正跟时间的关系是这样，减掉这个 c 分之 omega， 这个 x 啊，是这样的哈。那这个就是，假设它原来是一个它的正负的这个角频率啊，正负的向角频率啊，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我在 x 地方 t 时刻所感到的，也是一个用这样同样的一个向角频率，对，好，那这个真正的这个频率的话是 f 啊，这个频率，啊，这个频率这个。乘上 2π 啊，应该等于 omega， 对，好，对，那这边哈，我们常用的这个 c 分之 omega 哈，我们通常叫做它叫做 k 啊，这个 k 叫做波速向量哈，或者它跟这个 x 方向，我就叫这个 x 方向的这个波速向量啊，波速。它是代表每单位长度哈，它的这个波的相位会变多少啊？我就用 k 好了，波速。所以这个电场的形式基本上在这边多半是用这样子哈，这个一零 sin omega t 哈减 kx 这样的形式。那这是一个 sin 波的一种啊，正弦波哈。cosine 的话，你就 cosine 啊，这个。那这个 k 跟这个频率是有这样的关系啊。那啊，有这样的关系哈。那好，这个我们可以问哈，这个走多远哈，可以改变
这个一个周期啊，这个是 2π 对，啊，移动多远啊，在空间移动多远可以变一个周期啊，这个 k 对 ，2π 除以 k 是什么呢？这个 2π 除 omega 对乘 c 对，这个哈，这个基本上你看哈，这个 2π 除掉 omega 是 f 分之一对，这个你知道刚刚这个定义的话，这个是2π 除 omega 是 f 分之一对，那这个速度除掉这个光速除掉它的频率的话，这个什么？这个是它的波长，对。好，所以基本上哈，这个 k 哈，反过来我们可以叫做这个 k， 好 ，k 等于这个 lambda 分之 2π， 对。一个波一个周期，你看到一个周期哈，它横跨的这个空间距离是这个一个波长，对。那它整个正负是整个向角是 2π 对，那我问单位长，每单位长度改变的这个相位是多少，就是这个 k， 这个 k 的意思叫做波速向量啊，波速啊，那这个波速显然哈，这个跟频率这个相位频率的关系哈，是 k这个 omega 哈，我们看哈，有这个 omega 等于 c 乘 k， 诸如此类的关系，好，我们把它，好，这个就可以跟你从前高中常用的波长跟频率连到一起了，这个频率。好，那这就是，好，这个就是 sin 波，对，好。那这个波并不需要是这个 sin 波，好，你这个看你这个 VZ 哈，可以相当任意的，好，这个好，我们得到解比 sin 波来的更一般，好，这个更一般，好，那接下去哈，接下去哈，我们就讨论哈，在这边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好，这个。这波到底传递了什么东西哈，这个我们知道哈，我知道哈，假设这边有这个电场跟磁场的话，我们还是这样画一个哈，这个还是画两个板哈，这个一样的哈，只是这个是用负 VZ。那我们刚刚说，哎，我有这个，在这个离板这个 X 地方，我有这个啊，有电场，对，只要时间够久的话，哈，传过来会有这个电场，对。这个会有电场，对，这个电场大小是这么多，磁场大小是这么多，对，好，那在这边哈，这个电场是这样，对，啊，那这个还有这个磁场是进到黑板里面，啊，对，这个磁场这个进入到黑板里面。这样画，好，这个是磁场，对，电磁波的磁场，这是电磁波的这个电场，好的。那我们上次我们从静电里面，我们已经知道，哎，电场不等于零地方就有能量，对，电场有，好，那这个能量密度是多少？好，这个能量密度是这个电场能量密度，不要学了就忘了，好，这个是好，那电场能量密度
那也就跟着带来了。好，这个电场能量密度哈，它也就随着这个波就传播过来了。那这电场能量密度我们知道是电场平方乘上二分之一上零，对，好，那在这边已经没有电荷了，对，好，所以这个能量是已经独立于原来这个板的运动，哈，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那然后哈，这个磁场也有能量密度，对，它有这个磁场 B， 哈，这个它互相伴随在一起。那同样，这个磁场 B 能量密度也跟这个板上的这个电流没什么关系的，它是独立的。好的。二分之 mu 零分之一，这个磁场强度的平方。好，这个概念很重要，否则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对。好，那在这边哈。在这边我们说过这个一哈一的大小跟 B 的大小并不是无关的，因为是电磁波哈，所以这个一的大小跟好这个一的大小好任何一点一它的这个电场哈，这个一的大小跟 B 的大小是乘上 C 倍啊 C 倍啊，那这边的话你看哈啊，这边我乘上 C 倍的话啊。这个就是二分之一 epsilon 零，对，然后 c 的话，一个 c 你就得到 c 平方，所以这是 c 平方。对不对？好，那然后我们记得哈 ，c 跟这个 c 平方是这个 mu， 啊 ，mu 零这个 epsilon 零分之一。所以你把它这个带进去的话，啊，这边 mu 零 epsilon 零分之一带进去的话，你就是这个二分之 mu。好，所以这个电场能量密度跟磁场能量密度完全相等，对，啊，这个等于这个完全相等，对，啊。这个只有在电磁波里面才是这样啊，并不是一般的情形都这样。好，这个哈，那这个总的能量密度，这里面总的能量密度有磁场能量密度，也有电场能量密度，对。总能量密度的话，是这个 U1 加上 UB， 对，电场能量密度啊加磁场能量密度，那这个可以等于两倍的电场能量密度，或是两倍的磁场能量密度，对，因为它相等，对，所以啊，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是 epsilon 零这个。或者是 mu 零分之，这个都没什么关系啊。这个好，我们现在来看哈一个这个能量哈，这个并不是就静止在那里的哈，它会这个运动啊，跟着这个波哈。波的重要的一种功能就是传播能量。好，那我们地球上能感受这个太阳的热啊，主要是从这个光的啊，这个光的这个波，这样传递到太阳
传递到从太阳传递到地球上。啊，那我们哈，就要讨论，我们就有一个讨论哈，这个在这个垂直波，啊，这边这个波是怎么呢？是从左到右，是沿着 x 方向，啊，这个沿着 x 方向，啊，这个波是沿着 x 方向，啊，那我们就要讨论这个能量流。那怎么样讨论能量流呢？我们就在这个垂直这个传播的方向上，啊，找一个截面，啊，这个一个这个一乘一的截面上，或者一个面积 A 的截面上，啊，这个截面是这个，啊，这个截面是这个 A，啊，这边画的不太好，这是中间，对，这是中间的这个，啊，那这个截面哈，基本上是，啊，这个截面基本上面积是 A， 啊，在垂直这个平面上我不太容易画，啊，这样子，这样子哈，好，那这里面都有这个电场，对，那也有这个磁场，这个磁场的这个进入，好，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哈，这样的一个 A 截面上，这里面哈到底有多少能量哈，单位时间会通过这里，好，那我们就看哈这块体积 A 哈，然后这边是这个 x， 对，这个是，好，这个边界是 x 加 del x， 那在这边一个这个两个板中间哈，这个夹的这个体积基本上是，这个夹的体积基本上是 a 乘 del x， 对，那这里面哈，我乘这个总能量密度啊，这个总能量密度啊，这个我们不管这个，那这个代表这个体积里面所存的这个能量密度，对，好，但是这里面哈的体积的能量是以这个光速 c 这样子通过这个 A 截面，对，所以需要多少时间呢？通过这个走这个 delta x 长度要多少时间呢？我们这个 delta x 等于这个 ct， 对，把它除掉这个光速的话 delta t， 对，所以哈，经过这个 delta t 时间里面，好，这个方盒子里面的能量通通经过这个 a 的面走过去，对，好，那我们把这个哈，这里面能量除掉这个，啊，除掉这个 A， 啊，除掉 A 就是每单位截面上，对，那这个花了多少时间经过呢？这个 delta t 时间经过，对，啊，那这样一除的话，这个代表经过 A 截面每单位面积每，这个经过垂直传播方向平面每单位面积每单位时间所流过的这个能量啊，这个叫能量流啊，这个，那我们把这个 delta x 用 ct 带进之后，我发现这个 a 除掉了，对， delta t 也除掉了，这个是 u1 乘上 c 啊，那这个叫能量流。能量流的强度，对，好，那我们通常用一个这个它的方向来哈，这个方向哈是这个 x 方向啊，我用一个这个向量的大小啊，这个它这个方向是哈，它的强度数字是这么多啊，数
数字是能量密度乘上它光传播的速度 C。 那这个东西我们叫做庞廷向量，这个那它的大小是这么多，对，那我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C 乘上这个 C 乘上这个 Epsilon 0，这个一平方，对，一平方，或者这个 C 乘上这个 mu 零分之，那或者我可以把这两个乘起来再开根号就好，对，那那个更好，好，这个 C 平方分之，然后这个 mu 零，然后这个平方开根号，好，所以这个是一的大小乘 b 的大小，这边开根号，好，开根号，好，那我们通常哈把这个上下乘上 mu 零，这个我们把它这个上下乘上 c 这个平方，好，这个 epsilon 零，我把上下都乘上 mu 零的话，这个是就 mu 零平方，对，那这个正好可以跟 c 平方消掉，所以到最后哈，这边得到的是这个 mu 零分之一，这个磁场大小跟电场大小。那这样东西我们叫做庞廷向量，好，那把它表示出一个，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磁场跟电场是垂直的，对，好，它的大小是等于磁场的大小乘上电场的大小，除掉这个 mu 零，我把前面这个。把这个擦掉，好，这能量流向量，好，我又叫他的这个首创人是马克思韦德这个信徒，对，叫做庞廷，所以又叫庞廷向量。这个我忘了有没有鸡哈，这个它是一个哈，它不但有大小，它大小我知道是多少，对，这个 mu 零 epsilon 零，它还有方向，这个还有方向，那通常是你看哈，在这边很显然这个能量是从这个板这边这样传过来，对，那这个一是这样，这个一乘 b， 一根 b 的外极，这个一根 b， 那在这边也是一样哈，你看一的跟 b 的外积，这个这样它就是从这边传过来，对，负的话是从右到左，啊，对，啊，所以啊，这个它有这个一跟 b 的外积，啊，这边是外积，啊，这已经不是一个存量，这是一个差积，对，啊，这个外积。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哈，这个东西决定这个能量流单位面积上、单位时间上所通过的这个能量哈，沿着传播的方向哈。
也许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就坐哈。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潘婷向量哈，是能量流的向量。其实它哈这个能量流并不啊，并不只在电磁波传播的时候哈，它平常也有一些很这个违反这个你直觉的这种效果。那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哈啊，那我举一个哈，我们假设一个导体啊，这个好一个导体哈啊。假设我这边施予这个电位差啊，这 delta v 的话，对 ，delta v 啊，那假设它这个上面有这个电流 I 的话，我知道它会这个哈，这个欧姆定律告诉你，我这个有这个有电流，对。电流跟这个电位差关系是这样啊，好，那你这些电流通过这样一个电位差的时候，就会消耗能量啊，消耗在这个电阻上，这个能量消耗的功率是，这是消耗的功率，对，好，那这个消耗功率哈，我们通常认为，哎，这个消耗到这个里面，你就摸就发热，对，啊，那这个能量哪里来？好，这个，那我们通常就认为，哎，它从这个电线里面灌进来，啊，那但是哈，这个潘婷向量说不是这样啊，那为什么不是这样哈？那我这个有这个电流这样进去，对，电流进去啊，那。好，这里面有这样电流进去哈，那这个电流分散开，电流分散开哈，就是这个 J 对，好，那 J 是把它除掉这个 A 就好了，好，那这样电流哈，会产生这个磁场，对，那这个磁场，好，这个磁场这个啊。这个磁场的话应该就是这样绕，对，好，那我们就说哈，在这个假设半径是这个 A 的话，那这个磁场啊是多大，我们很容易可以算出来，对 B 乘上这个 2πa， 这样绕一圈这个安培定律，对，等于里面总共的电流，这个 mu 零，这个 I， 对，好，这样绕一圈把整个电流都封在里面，对，所以这个磁场大小是，好，那我们说哈，这里面这个有这个电流密度 J 的话，就有这个电场，好，那假设这个东西。的长度是 L 的话，这个长度是 L 的话，那这个电场是多强呢？你走这个 L 的话，正好等于 delta V， 对。所以这边这个电场是电场强度。那这个电场我们用这样来画，对。那有电场有磁场哈，那特别在表面哈，这里我就有这个 E cross B 的话 E cross B 的话哈，那我就有这个能量流，那能量流用这个橘色的表示，对，那我在这个边的话，譬如在这个边的话，这个磁场是这样的，对，好，那电场是往下的哈 ，E cross B 的话，它就会有这样子，对。那这个从边边就有这个能量往里面流。
啊，那不只是每一个地方都这样往里面流。啊，沿着向这个中轴流啊，这个是一个圆柱形对称啊。那这个是 S 啊，这个就是旁径向量 S。那 S 大小是多少？啊，这个 S 大小是这个 mu 零分之一，这个。一乘 b。那这一的大小是这么多，对，我们把它带入。好的，那现在哈，现在这是每单位面积每单位时间从旁边往中间流，对，好，那我这个整个边啊，整个边的这个面积是多少？ 2πa， 对， 2πa 乘上这个高度，整个这个啊，整个这个圆柱面的哈，乘上 2πa乘上它的高度啊，这个 L 乘上这个旁径向量，就是单位时间流进来的这个量啊。那我们把它写一下哈 ，2πa L 对，然后这个 mu 零分之一，然后这个电场的大小，这个磁场的大小。哦，我知道 mu 零。这个跟它来做出来是这个 I 对，好，那 L 乘上这个是这个乘上它是 mu 零 I 对，这个哈是这个 mu 零 I 对，然后这个乘它是 del V。然后当然还有这个旁径向量本身一个 mu 零分之一，好，那结果你发现，哎，这个哈，这里面消耗能量，这个欧姆电阻消耗能量从哪里来？从这个四周这样挤进来的，好，那怎么会这样呢？好，这个几乎都是这样的，啊，这是从线开始，线也有这个。有这个磁场，对，啊，那线上也有这个线的表面上哈，也有这个电场啊，所以它是这样挤进来的啊，不是从这边灌进来的啊。那为什么哈？这个哈，我们平常知道，我假设这个开关，对，啊，这个把它关掉或开，对。那这个里面的我知道这里面的电流在是什么电子啊，那电子在金属里面通常是因为它会这个碰到这些这个晶格的不完整会被散射掉哈，所以最后真正决定它电流强度是跟它的所谓的漂流速度有关系。那仔细去算漂流速度的话，大概是每秒一个一毫米啊，一个 millimeter 或者是百分之一毫米这样子啊，这个看电流大小啊，这个好，这个电流大小啊，这个好，就好，大约就像比蚂蚁爬还慢，对，好，那你假如说它的蚂蚁这样像蚂蚁一样，电载流只像蚂蚁这样慢慢爬到这里要很久的，对，好。那你为什么会这一打开它这灯马上亮嘞？啊，它是从这个你打开的时候哈，这个磁场的这个突然，啊，这个绕这个线这个磁场突然开了，对，它有感应的电场啊，这个那是靠这个电场来把这个开关打开这个信息告诉这个灯，啊，这个。这些在这个线上所有的电流载子马上就可以移动啊，不是要等到这样一步步这样这个比蚂蚁还慢这样传过来啊，所以这个能量哈，这个能量流也同样是从这个旁边这样子这样挤进来的哈，不是从上下灌进来的，对啊。
那这是一个好，这个欧姆定律是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好，就是两个，这个是好，这个例一好了。好，这个这盘连向量的，好，这个另外一个例子是这样，好，另外的例子是这样，好，例二。那我假设有一个平板电容，好，这个假设哈，这边这个电流，这个流走，好，这个电流流进来，对。那这边在 T 时刻的时候，这个板上的是吧，我们叫 QT， 对。好，那这个上面叫负 QT， 好，这个 I 这样流走，对。啊，那这里面哈。这里面电场的能量，这个我假设这个电流是稳定的哈，所以这边磁场是一个稳定的磁场，这个磁场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磁场，这个。好，那这边这个这个电场会有电场，对。那这边假如磁场稳定的话，它能量密度不会改变，但是这个电容器里面，这个充电的电容器的充电过程，充电或放电的过程。好，我们假设是用个稳定电流充电的话，它这边这个电荷越来越累积多了，对，累积多了，它这个电场能量就会，能量密度会变，对。好，那假设我这个板的面截面积是 A， 好，是 A， 那我知道它这个能量密度是什么呢？是 μe， 对。μe 这个二分之一上零，这个一平方，对。但这个里面的这个电场里面电场的这个里面电场大小是跟这个板上电荷密度有关系，对，我知道这个。这个 sigma 对表面电荷就是 QT 除掉 A， 好，所以这个 ET 一也在改变，对，这里面的一在改变，好，那这个能量改变，对，那这边哈那这边哈，它这个能量变化是多少呢？是这个这个假设这个高度是这个 h 的话，那显然这个能量密度是这个 a 乘 h 这个截面积，对，这个是它的这个体积，对，这个是它体积，那乘上能量密度二分之一上零，那它这是它的电场能量。好，我假设我的电流是一定的话，那所以这里面假如有磁场能量密度不会变，所以这面这个能量纯粹是由于电场能量密度来改变。好，这个，那这样的话哈，这是它里面的总能量，总的电能，对。那这个总的电能随时间的变化率是多少呢？总的电能，随时间变化率是什么呢？
你这个把它做一做哈，是二分之一乘零，这个 ah， 然后是这个大小的微分，对，那这个大小微分大约应该是两倍的，这个 dtde 跟这个一的这个内积，对，大约是这样啊啊。那这边哈，这边哈，稳定电流有一个磁场，对，好，那这个磁场在电容这个，好，在电容这个情形的话，啊，这个，好，这边也会有这个磁场，对，这边也会有这个磁场，好，这样的一个磁场，对，好，电流这样，好，那在这个两个电容器之间，这个磁场可以由这中间的这个电场通量这个的变化率来决定，对，那这个其实假设我这个电场通量的变化率跟这个电流完全一样的话，其实在这个边缘跟用电流来算是一样的，好，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电场变化率来看，好，那这边哈，这边这个磁场大小是什么哈？这个磁场大小哈，这个假设我这个半径是 R 的话，好，这个半径是 R 的话，我这个是 two pi 乘 b， 对，好，等于这个磁场的电场的通量变化率，对，啊，电场通量变化率是多少？这个一的大小，啊，乘上 a， 对，乘上它的这个面积，啊，跟时间的微分，对，啊，对。这个时间的微分，或者我们这边我就用这样好了，这个可能更好一点。啊，大约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啊啊，那这边哈，好，这边 a 除一的话，你看哈 ，a 除一的话，这个 a 乘一的话，基本上是 epsilon 零 q， 对。这个 epsilon 零 q， 对。好，所以这边又是。好，这边把它这 epsilon 零消掉 ，dtdq 就是 I， 对，电流，所以还是 mu 零 I， 对，好，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哈。原来这个马克思韦加上这个等效电流项，就是要因为这个在这个电容的时候，这个电流中断了哈，这个电场通量哈，可以继续扮演电流的角色哈，产生磁场的角色。那这样对，好，所以我啊，所以我知道啊，我现在这个是电场能量的，这个里面这个储存电场能量的改变，对，啊，那我还是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哈，对不起，好，这个哈，这边我看这个旁联向量怎么走，对，这个旁联向量哈，这个大小是。好，这边磁场跟电场是垂直的，对，磁场是这样环绕，电场是沿着这个电流方向，所以是这个
是它这个我可以用这个橘色这个来表示，从四周这样子往中间这个压，对。这个 B， 对。那从这边哈，从这边这个，从这个面每单位时间，这个边缘哈，这个圆柱面，这个每单位时间流进去的能量，每单位面积流，它有多少面积呢？是 2πr 的，乘上它这个高度，这个高度我们知道是 h， 对。这个高度是这个 h， 那 2πrh 乘上这个 s， 对，这个等于什么？这个 mu 零分之一，这个一的大小 ，b 的大小，好，把它带进去。一的大小哈，一的大小我知道是，一的大小我知道是，没有零分之一哈，这个把它带进去是一上零分之，这个 a q t， 对，这是一的大小，对，然后这个 b 的大小是 2πr 分之这个没有零 i， 对。那再乘上 2πr， 这个 2πr 这个 h， 对 ，2πr 这个 h， 那这边哈，这个 2πr 消掉，对，这是它的表面积哈，在这边这个这一圈的表面积，好，那我们把它这个消掉，好，这个。那这边消掉以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消掉，对，这个 i 这个消掉，对，i q t 这个 epsilon 零，这个 a。对，然后这个 h， 对，那这是电场，对，那这个是电场哈，你跟这个比较一下啊，这边是电场，对，电场，然后电场乘上 h 的话，就是电场乘上 h， 电场乘以 h 的话是 delta， 等一下哈，这边我不太能够，这个哈，这边这个怎么会相等啊 ？dt de 的话是 ah 乘上这样，对，那这边我们有个电场。等一下哈，这边有个电场，对，这是电场。那这个 I 哈 ，I 在这边哈，你看跟这个 I 哈，跟这个 I 哈，跟这个电流是等效的，对，所以这个 I 是等于一的大小乘上 dt d 一的大小，这个 I 是等于。dt de 大小乘 a， 对。好，乘 a， 还要乘上，这是等效电流的意思，对。这个把它这个乘过来，好。然后乘上这个 h， 对。所以这边有 a h， 有一上零，对。那然后这个22消掉，对，
所以你看哈 ，AH DTDE 对，然后 epsilon 零，好，然后这个哈等于这个。好，这边我们用到这个一的大小，等于那这个 I 哈等于这样的东西，对，啊，这个我们也用到了，啊，这是等效电流，对，啊，好，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啊，这个代表里面储存的电能。好，怎么来呢？是从这个在充电过程中间，从这个电容器的边缘，好，这个以这个旁庭向量的能量流形式这样来补充，这样进来，好，不是从这个电线这样灌进来。我们平常都认为，哎，这个里面这个能量一定跟着电流这样子流进来，对，好，它不是这样，好，这个跟我们直觉蛮违反，好，这。那我们哈怎么来看这样一件事啊？那这样一件事可以这样解释哈。那充电效应是什么呢？啊，充电其实你是把正负电荷从无限远地方带到这个板上，对。那假设我这有这个正 Q 电荷，这个哪一个是正 Q？ 是下面，对，正 Q。这个负 Q 电荷啊，从在无限远地方，对，那这是我的板子，好，那我知道在这样情况之下的时候，这个我有这个电场，对，库仑电场，这个，对，这个。这基本上是我的这个库仑电。那我们现在哈，把它这个电荷这个带进来，好，这个带进来，这个负 Q 对，把它这个从这边移到这里，这移到这个正 Q。我假设还是蛮集中的话，啊，这蛮集中的话，啊。那这时候这个电场就变成什么呢？这个电场就变成这样的，对，啊，这个电场，对，那也这个正 Q 是从这边移过来，对，好，这样移过来，对，啊，那这什么意思？当我把正 Q、负 Q 这样带进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电场这样。不从一个很疏松的这样的一个网站把它压下来，对，那压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电场能量密度都存在有电场的地方，你压下来的时候，这个整个就跟着这个电力线这样缩进来，对，啊，那缩进来就从这边，就从旁边这样就进来了，啊，所以能量是从这样，你在充电过程中间从这个旁边这样压进来的，啊。因为我这个电场把它这样压进来了，这样，它就从啊，跟着从这个边缘这个流进来，啊，这个也很奇怪，对，跟我们平常想象更不一样，对，这个我们认为很简单，这个能量，这个电容器储存能量进来就是从跟着电线这样，它不是从这个电线里这个输进来的哈，从这样边边这个流进来的，啊。好，那我们啊，那我们哈，啊，这个还有时间吗？好啊，好啊，下课。哦，那我们就到这里哈，好。啊，这个很奇怪的，对，这个能量流哈。